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吃纳豆。纳豆是纳豆炒面吗？炒面耶、yeah ，好可怕、啊，很酷哎！你吃过纳豆吗？我没有，我觉得很恐怖，感觉就不会很喜欢。对啊，因为纳豆就像黏黏的，看每次看我们这一家都像咕。我们这家有他们都会吃纳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打开看看里面长怎样。好，还有这个，对 ，A 吃到 B， 吃到 B， 好。这三包，对，这个应该就是纳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纳豆到底长怎样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一包一个蔬菜包倒进去。哎、欸，它还蛮多的，里面是不是有纳豆？感觉很像。好，我们现在拿热水加进去喽，水就盖过面就可以。因为我们只要把它泡软，好，现在就等待三分钟喽。来，我们先等泡面三分钟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挑战。要不要？啊？真的要吃吗？对啊，就吃一小颗啊。好，点点要转喽。好。人头还是字？开始。啊，我是要自己盖嘛。人头。人头是我吃。天哪！是我。打开哦，说不定什么事都没发生呢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先闻一下吧。你干嘛那个表情？我闻看，好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就闻，对我来说就是个惩罚。我闻看是不是坏掉？哎、欸，这闻对我来说就是惩罚。其实我现在觉得我有点反胃。好了，我那个吃好不好？你那有多面闪？是不是有点诚意？蛮大颗的，好好吃哦。含笑半步癫，是啊，超恶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这还要加吗？什么味道？就是跟闻起来那味道一样，就是你觉得你想吐啊？纳豆就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这是纳豆该有的味道吗？啊！今晚你要吃看。超，我觉得你不要吃，还是这是纳豆味哦。不，我没吃过纳豆，但是不是我爱的那种味道。对啊，我们泡好了，我们现在把水倒掉。它这里有一个洞，可以撕开。倒了。好，要看吗？饼干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刚把水倒掉，我们现在先来加酱料，酱油。好，现在加，真是香的，哎、欸，这很香哎，这个很香。好，然后现在加入，没有，我们先加入，先搅拌吗？不先吃原味吗？不用吧，你要吃多少口泡面啊？我的意思说只要吃这个，我没有吃酱。本来就只要吃纳豆而已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刚刚的这个纳豆加进去。Oh my god！ 我们就加这几颗就好了。其实很像花生粒，我觉得。看起来像，可是吃起来味道好像啊。味道好像啊，看起来像，但是一点都不像哦。你知道我刚吃那一口，我真的是在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这样子？没有要看成品啊，先看。没有，刚刚已经看过了，我现在就是搅拌了。从看的角度很像加花生粒进去。你看你那么油，其实快整场，我来。都出来了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觉得加进去感觉它会变成可能跟那个纳豆一样黏黏的吗？可是其他它没有哎、欸，它就一样是，就是像花生粒的存在。嗯，就还是。而且我觉得我拌的蛮均匀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每一口都会吃到纳豆。嗯、我可以抖一抖啊，它会掉下来。那你要先吃。反正吃一下过去，好吧？那我刚痛苦很久。我精心挑选一下。你不能挑，你不能挑。
我要抖两下。太抖，它根本不会掉，好不好？它一定一直粘在这里。我看你那，你那里都有啊？哪里？那是菜，那是大头，那是菜。好了，我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这一口。有啦，那边有啦，好好吃哦。哦，那个。其实就酱油味，嗯，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没吃到纳豆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就好了。我不想吃了。好啊，今天我们刚刚尝试以后呢，你如果那个什么不喜欢纳豆的话，对，你也不可能会喜欢这个泡面的 ，OK？ 不要尝试了。对。如果你今天吃这泡面的话呢，不加纳豆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对，因为它酱油味，酱油味其实是好吃的。嗯。那买这个干嘛？对啊，那买这个干嘛？就你如果还是害怕的话，你就吃个一两半。本来想尝试，后来害怕了，那就加不要加，不要加太多，留一半起来这样。好，那我要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